面膜的功效和作用。牛奶中含有丰富的乳脂肪、维他命与矿物质，而且有较多的维生素 B 群，对肌肤能够起到很好的滋养作用，能防止肌肤干燥并修补干纹，美容效果也很不错。牛奶面膜有去皱、美白、紧致肌肤、嫩肤等功效，长期使用的话，皮肤能够变得更加的细腻、光滑、红润。除此之外，还能够促进皮肤血液循环，加速皮肤的新陈代谢。但做完牛奶面膜之后，一定要用清水把脸冲洗干净才行，尤其是脸上有痘痘或者是粉刺黑头的人，因为牛奶见光时间长了，极易发生变质，使其营养成分发生变化，难以起到护肤作用。人的皮肤吸收力和承受力有限，一般超过20分钟之后就难以再吸收什么成分，如果此时仍不摘下，那么会使皮肤不透气，堵塞毛孔，滋生细菌，并极易产生脂肪粒。